成英书局哪位？哎，好嘞好嘞，你好啊，小哥，你帮我看看这本书。哦，这个呀，门口那排书柜上，法国文学。这本书是你们书店卖的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是有缺页漏页还是有重影啊？啊，我们可以给你换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看看好了。老大哥，老大哥，乔志才，哎，老大哥，我想您了，送点好一句，呵，国货，美国货。行啊，你还有这份心啊？这可是你娘家呀！是啊，老大哥，您是我娘家人啊。牛皮快放，回来有事吗？有。这里面有政治犯吗？你说呢？那我能找他们聊聊吗？找他们聊聊？你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？老大哥，你说我出来到外面，我觉得生活不容易啊，我觉得都快活不下去了。我琢磨着，我得去找一些比我还惨的人跟我聊聊天。我想来想去，比我还惨的还有谁啊？还有政治犯了。所以我想找他们聊一聊。你说的在理儿，哎，是得跟他们好好聊聊啊，别在这儿聊啊，咱们进去聊。好好。哎哎哎哎哎呦！哎，老大哥，进去踏踏实实聊个一年半载怎么样啊？这里不会被打倒的，这里不会被打倒。不好好读书，参加共产党。哦，参加共产党。哎，老大哥，我下次再来看你啊。滚吧，离这远点。哎，同学好。哎，你好，我给你打听一下啊。你们学校最近有什么学生聚会啊、学生游行这些集体活动吗？有啊，现在就有啊，在七号楼前面那个草坪上，刚才还在叫人呢。哎，这衣服，同喊口号是懦夫的行为，我们要少说多做，我们要少说多做。我们不做懦夫，少说多做。不做懦夫，少说多做。不做懦夫，不做懦夫，少说多做。学长，我跟您谈谈啊，我有特别紧要的事儿要跟组织汇报。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，现在没什么事儿比行动更要紧了。拿着，兄弟们，出发！走！不做懦夫，少说多做。少说多做，不做懦夫，不做懦夫，少说多做，少说多做，不做懦夫，不做懦夫。光天化日，太嚣张了！什么嚣张啊？谁敢嚣张就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你不怕被抓起来？谁敢抓咱们呢？手上有东西，谁敢抓咱们呢？不做懦夫，反对独裁，反对独裁，反对迫害，反对迫害。他们是进步的还是我们是进步的？肯定是咱们进步，他们是共匪。不做懦夫，你哪一部分呢？少说多做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什么错了呀？少说多做，不做懦夫。我是保密局的。少说多做，咱俩是一个部分的。少说多做，我是党通局的。你们那个组织有什么特征吗？哎，比如说什么别人看不懂
但是内部组织人都明白的，暗号啊，手势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在解放区只是个普通会计。我今天出去找，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我觉得让你来帮这个忙真的是太难了，要不你还是别帮我了。不，其实不难，我差不多有头绪了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，你要有信心啊，光明和希望就在我们的前方等着我们。谢谢你啊，乔志才，虽然我知道这种事情麻烦你特别不应该，但是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了，真的。月容，妈，回来了。啊，手气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对了，张太太说啊，茂名路有一个姓夏的老中医，说特别好，说是有人吃了他的药啊，都怀上双胞胎了。明天收拾收拾，我带你去看啊。哎，老二在吗？没跑吧？妈，妈妈让我不出门，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。我在家，还跟大嫂学习忏悔呢。我好好反省了一下，我真的做错好多事儿吗？这就对了，月容啊，没事啊，给你二弟多说说，你那圣经上不是有好多有道理的关于禁色呀、禁欲啊这样的小故事啊，免得他一天脑子里乱七八糟，净像些不三不四的女人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啊，吃完饭咱们就走啊。大公报，我们汇报，各来一份。共党密信小报有吗？你说这两个金条真会给吗？既然悬赏这么写的，理应真给。不过法律上倒没有针对这种事物的具体规定。再说了，共产党哪是那么容易抓的？
岂止有眉目，我已经找到同志了，你的？真的？谁啊？我见过吗？你在哪碰到他的？哎呀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已经锁定了他的身份，但需要进一步确认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行动吗？当然。那说好了，明天早上9点，我们在这儿见。哎，你真厉害。才知道啊。哎，月容啊，你看，还是中医管用吧？哎，人家那夏老医生可是都说了，只要咱们吃了这12服中药，保准解决问题。我去熬药吧。不用了，我亲自给你熬。你歇着吧。桂芬啊，哎，太太，快去买只公鸡回来啊，做药引子用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嗯，妈，我来帮忙。来，哎呦呦呦呦，去去去去，金贵着呢啊！妈，你不是让我好好的反省，能够为这个家做什么吗？啊！我认真深刻的反省了之后，我认为我应该出门去找份好的工作，完了好好的挣钱，我才能真正帮到这个家里。不然我在家里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哎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啊。那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哎，最后一次啊。嗯。处理财产业务，我做生意的时候向他咨询过，他口风紧，城府深，像不像你们组织里面的人？我们组织的人在你眼里就这样啊？坐的第一辆车，那是刘师傅啊，就天天趴在我们镇林村门口的。他一定要去一个秘密的地方，他才会换车。好了，先跟丢了，我们下次再跟吧，走吧。要不我直接去找王律师吧。他要是真的是组织的人，那他肯定明白我说什么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万一王律师不是你们组织人怎么办？那后果太严重了，我们再观察观察吧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的行动失败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工具。什么工具啊？脚踏车。老二。啊。最近看你早出晚归的，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呀？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嗯。我刚刚在甘肃那边有家洋行找了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工作，
那老板是个洋派的人，啊，他说第一个月呢是没薪水的，但是我觉得前景挺好的，只是你是甘肃路那么远，平时坐车去太浪费了。老三不是一个脚踏车吗？那可是英国兰陵牌的，啊。爹，老三现在都汽车代步了，那兰陵脚踏车一直放着，不用会坏的。大哥说的是啊，甘肃路上不好骑，伤轮胎。哎，你上班不也挺远的吗？要不你骑吧。哎呀，就给老二，啊？你说甘肃路那么远，骑着车都要好长时间呢。嗯，好好，听你的。哎。好好工作啊，来看看老三穿差不多吧。阿哥，我来帮你啊。丽丽小姐回来啦。好的。阿哥，我们弄堂里那个王律师你晓得吧？晓得呀，他家的娘姨我认识的，那家的太太呀，穿金戴银的，就是人长相嘛，一般了点。那王律师呢？他人好吗？哎，人好不好嘛，我就不晓得了。哎呦，觉得律师好啊？那捧你场。不用了，别吓死了，你不要跟着我呀。这个车是英国兰陵牌的，漂亮吗？你快点呀，他们快没影了。没问题，这个速度追得上。天呀呀，哎，你不要那么轻松好吧，我们是在行动。哦，那我加速，你报警我。你扯衣服干嘛？你要报警我，我要加速了。报警我报。走喽。这边，哎哎，你怎么拐弯了？抄近路。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让开让开！啊，快！他已经跑了！哎，你怎么了你？链子掉了。啊，链子怎么掉了的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他不见了。那追不上了怎么办？还是英国兰陵牌的呢？追不上。追不上就别追了。对不起。没事。找个修车摊儿，先把车修了吧。哎，你看，天上有星星。嗯。不要沮丧，我们明天继续追踪。我不是沮丧，我是不好意思，还要麻烦你。为什么这么客气？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不嫌你添麻烦。明天肯定没问题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的吗？为什么不回自己家？那唐医生的家。
王律师生病了。唐医生是妇科诊所。那王律师干嘛？一个大男人，晚上绕了一大圈，去了唐医生的妇科诊所，这背后一定有秘密啊。他应该是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毛病吧？那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毛病？完全是两套器官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啊？走。王律师，你看一下，咱们坐下吧。啊，好。唐医生。王律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让他们自己说会话。你谁呀、啊？我是合肥路32号。唐医师。啊。志才啊。啊。娘子，怎么会在这里的啦？王小姐，你也在呀？啊，王律师，哎，别藏别藏，有什么好事拿出大家一起分享吗？妊娠注意事项，初次怀孕的女性要注意。王，臭男人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。黄小姐啊，有时你刚来镇宁村就看到这个事情，不大好意思的哦。哎，有没有吓到你啊？哦，没关系的。嘿，这乔家二少爷陪你来看病啊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不是的，我是一个人过来的，我不知道乔先生也在。嗯。哎呦，那这个也太巧了吧。嗯，唐医生，那个改天我再来问诊吧，谢谢的。唐医生，那个，我那个德国朋友的西药啊，那个镇痛消炎的，你确定不要吗？哦，镇痛药诊所已经饱和了，我们需要的是灭菌剂。好，那我再想想办法啊，我再想办法，我明天来找你啊。好的，妈，好好安抚一下啊。刚才太惊险了，还好没出大事儿。孩子都有了，你瞒得够久的。哎，好了。唐医生，这种骂你也帮他？你是想替他保住那个私生子啊？太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误会我们平英了。其实王先生来找平英好几次了，他一直都没有答应，就是看在你的情面上不想帮这个忙。我怎么嫁给这么个薄情寡义的人呢？刚才你妈妈看见我们在一起，你回去是不是就不好交代了？该交代的刚才都已经交代了。对不起，我一找你帮忙就要给你添麻烦。朋友之间不说对不起。那我能帮什么忙呀？我要不要去找钱太太解释一下？千万别千万别，那个钱太太就是个长舌妇，你不是她的对手。你要记住，你就一口咬定去看医生，别人就拿你没有把柄了。如果我发现新的情报，
我们就去老地方海涅亭见。我车还停在那儿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晚安。累了吧？啊？真没想到，今天能闹这么一出。你放心啊，明天我会跟王太太再好好说说的，让她别把气撒在诊所身上。妈。妈，王太太的事儿，您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拿来。什么？脚踏车钥匙。我跟黄小姐是碰巧遇上的，别听他们乱说。妈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。妈，妈，密切注视母亲情况。注意安全。爹，你的龙井啊。妈，我给您沏了枸杞子啊。哎哎，这活不是该桂芬干吗？你干嘛呀？大嫂，吃的还不够啊。胃病又犯了，你去打麻将回来，顺便去三九药局开两副胃泰给我。哎呀，我暖暖胃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妈，你就好好打麻将，这种跑腿的事儿交给我啊。我现在就去。妈，枸杞子给您补气的。先生，你找哪位啊？你好，我是来给黄小姐检查身体的。检查身体？嗯。我们丽文小姐啊？是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发了通告一下。那你
你稍等一下啊。哎呦，丽梅小姐，这位先生说给你检查身体的。黄小姐您好，昨天晚上您登门太晚了，没来得及给您检查身体，今天有时间吗？我给您补上。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的。您里面请。唐医生，我都说半天了，我昨天夜里真的是临时起意去您那儿，没有想到激动您亲自问诊，真的是非常抱歉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检查的。丽文啊，你哪儿不舒服呀？哎呦，我没事，妈，我只是检查一下的啊，没事。你干嘛看看？一会儿就好了，没事的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跟妈讲呢？哎呦，没事的，放心啊，妈没事。哎呦，我真的。黄小姐，您现在需要量血压、测体温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昨天夜里去您的诊所是一个误会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张太太，张太太，我是小光的同志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。方才对您的试探，是我们组织与非同志之间接头的必经步骤，请您理解。我们知道你在解放区担任会计职务。小光，他真的遇难了吗？非常抱歉，组织没有保护好小光同志。你们几个都给我老实点儿，问你们什么你们就答什么，有谁要跟我耍花招的话，我就要了他的小命。你的上司是谁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不说是吧？
你的代号是什么？和你接头的人是谁？翠妍。好。黄丽文你认识吗？是一个女的，名字黄丽文，跟你住一条弄堂，你们平时往来也不少。你还要跟我装糊涂吗？我没有装糊涂。你要打听这女的，应该在弄堂里找一个女的来问。小兄弟，不过是跟你打听一个女人，你为此丢掉性命，不值得吗？姓楚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旁边站着。你们保民局凭什么抓人？你们还想再搞我一次吗？你是王八蛋！你怎么信我们老百姓？我揍你三次，杰森！黄小姐，你把你的身体基本情况填写一下吧。丽文呐，妈妈帮唐医生沏壶茶吧。哦，不用了，马上就好了。黄小姐，你的基本情况我了解了，吃点德国药就好。哦，那我送送你吧，唐医生。我送你出去。昨天夜里啊，丽文小姐啊和那个乔家二少爷啊去过唐医生那里。我听别家娘姨说的，弄堂里啊都传开了。什么？主要是啊，这个唐医生啊，他是妇科西医，管生孩子的。生孩子？妇科？